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our class. Today is Wednesday.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Before starting our class, let me share with you two jokes. First,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呢，老师就在教大家果汁的英文。好，果汁大家都知道怎么讲，对不对 ？Juice。接着老师就问啦。那去冰的果汁该怎么写呢？然后老师就看着某位同学的答案，然后一直笑。你猜发生什么事了呢？哦 ，juice 去冰，学生就把它干嘛？把后面的字去掉了。No no no， 去冰就直接说 no ice 就可以了。Next one， What do you call a deer with no eyes？一只没有眼睛的鹿，你会叫做什么呢 ？Do you have the answer？ 你有想法了吗？你猜到了吗 ？The answer is no idea. No idea. 在英文口语里面呢，如果你要表达没有什么想法的话，你就可以说 no idea。那这也只是借它的谐音 no 跟 I 还有 deer， 所以就变成是没有眼睛的鹿了。Now let's start our today's class.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grammar focus.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呢，就是这一课的文法重点。最近疫情这么严重，大家常常会在新闻上或者是在报道上看到类似这样的图表。看到这样的图表，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是有读到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像这张图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哎，原来 COVID-19 会有什么样子的症状？可能会发烧、干咳、倦怠、有痰、呼吸急促等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症状。然后有多少比例的人会有这样子不舒服的症状？好。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图表，哎，这个是教育部公布的各级学校确诊案例。像以大专院校来说，总共有36例，本土是26例，境外是10例。那以我们国中来看，合计是9例，本土是9例。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用英文怎么样子来做这些数量、这些图表的表达呢？That's the point. That's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oday.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同学介绍的，哎，数量不定代名词。数量不定代名词，在老师介绍这个数量不定代名词之前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所谓的不定代名词 indefinite pronouns。你还记得不定代名词是什么吗？它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第二册第三课，也就是七下的时候。同学有印象那一课教了什么课文吗？对，那一课就在讨论他们去逛了，对，他们去看了一些画作，去博物馆看了一些作品，还有有梵谷的图片画作，然后来做一些形容比较描述。好，那我们来看看，回忆一下，什么是不定代名词呢？你可以看看老师的简报。以第一个句子来说 ，Those are my dogs. The big dog is Ginger, and the small dog is Pepper. 好，这个句子非常的简单。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使用这个不定代名词呢？Read the second sentence. 我们来看看第二句。Those are my dogs. The big one is Ginger, and the small one is Pepper. 这个 one 呢，红色的地方跟第一行绿色的地方对照，这里的 one 指的就是狗。我们来再来看看第二行的地方，第二个例句。Which flowers do you like? The pink flowers or the yellow flowers?
Which flowers do you like, the pink ones or the yellow ones? 好，在第二组的例句里面，第二行出现了 once， 它跟刚刚我们第一组的例句不一样。第一组的例句出现的是 one， 这一组的例句出现的是 once， 为什么呢？啊，因为这里的 flowers 是个复数，所以当我们要用不定代名词来代替复数的时候，就会从 one 变成 once。好，下面还有一个例图。左边的男孩子说 ：“How much are the two guitars？” 这两把吉他要多少钱呢？好，老板就回答了 ：“The purple one is $900, and the red one is $990。”好，这边老师要来问各位同学喽。What does the red one refer to? 那个红色的 one 指的是什么呢？ Hey, very good. 这里红色的 one 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什么东西？ Guitar. 因为他要问吉他多少钱，所以呢，那个 one 指的就是 guitar， 紫色的那一把跟红色的那一把。那所谓的那一把就是指那一把吉他。好，那这里用 one 就是因为吉他只有一把，紫色只有一把，红色也只有一把，所以这里用 one， 复数的时候我们才要用 once。好，所以呢，从这里呢，老师再请同学把这个笔记抄在你的课本上哦。one 叫做不定代名词，它主要是用来取代前面讲过的单数可数名词。这边同学要特别注意单数的一个可数名词，不过它没有限定是哪一个哦。那你要跟一般的代名词来做区分，所以不定代名词跟代名词它在使用上、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 ：Larry has a lucky pen. It's on his desk.好，你看到老师已经特别帮你把红色的地方标出来了。这里有一个代名词叫做 it 通常都是指前面讲过的东西。那这里的 it 指的就是前面的 a lucky pen， 那也就是他那一支笔，就是他那一支幸运笔。那你再看看下面的例句 ：Larry has many pens. You can take one， 你可以拿一支。好，也就是说 Larry 有很多支笔，那你拿一支走都可以。那这里为什么就用 one 而不用刚刚前面的 it 呢？因为 one 取代前面的很多支笔，至于你要拿走哪一支笔没有限定，你随便取一支笔都可以。所以 it 代替的是前面指定了就是那样东西，而这里 one 呢是前面的东西，但是它没有限定一定要是某一个。好，那刚刚在复习里面老师也提到，如果我们取代的可数名词是复数的时候，这个时候 one 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 once。 例如 These cups have cracks. We need some new ones. 好，这些杯子有裂缝，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新的什么呢？这里 once 代替的就是前面讲过的什么？ cups， 这里指的就是前面的 cups。 但是我们需要新的杯子，我们需要的是新的杯子，就是杯子这样子的东西，而不是前面有裂缝的杯子。好，这边请同学要特别去区分哦。好，第三个里面呢， one 跟 once 前面可以加形容词或定冠词，例如这样下面老师列的例句 ，Which flower do you like, the black one or the white one？ 所以你可以说黑色的那一朵还是白色的，白色的什么呢？黑色的什么呢？这里的 one 指的就是，非常好，指的就是前面讲过的 flower。好，所以这叫做不定代名词。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一课要介绍的数量不定代名词 quantity pronouns。
What is quantity pronouns? 那什么是数量代名词呢？好，现在这里有一个状况。There are 20 people in Happy City. Are new cases today? 今天呢，在这个 Happy City 里面呢，新确诊了20例的 COVID-19 的案例。那这20例里面呢，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就像如同一开始老师给你看的那一张新闻报道，哎，有的人有这种症状，有的人有那种症状。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表达？哎，多少比例，多少人有这样的症状，有那样的症状？我们用英文该怎么说呢？好，从这张图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have a cough. There are 14 people having a cough. 哇，有14个人咳嗽啊。18 people have problem breathing. 8 people have chills. 20 people have a sore throat. 2 people have a loss of taste or smell. 1 people has a muscle pain. 不同的症状有不同的人数。好，接着呢，刚刚的图表转换了这个图像。同学应该会看得更清楚哦。那你看看，哎，有20个人里面有14个人咳嗽，那我要怎么用数量词来表达这样子的句型呢？好 ，We can say many of the new cases have a cough. Many of the new cases have a cough.好，这案例里面有很多人都有咳嗽的症状。And next one, 20个人里面有18个人有呼吸困难的症状。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most of the new cases have problem breathing. 啊，不好意思，老师这边忘记改到简报的地方啊。20个人里面有18个人有这样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 most of 来表达。Next one， 20个人里面有8个人会有发冷的症状，那我们就可以说，哎 ，some of the new cases have chills 啊，20个人里面有8个人他有发冷的症状，我们可以用 some 来表示。Next one。哇，20个人里面20个人都有这种喉咙痛的症状诶。So we can say all of them have a sore throat. 那这边要跟同学先致上歉意，老师后面的部分都忘记把那个 a cough 改成它相关的症状啊。这边请同学要注意自己把它做一个修正啊。所以喉咙痛这个部分全部都有，所以我就可以说All of them have a cough. 所以我可以说 all of the new cases. 我也可以说 all of them. 我可以用名词 the new cases. 我也可以用受格 them 来表示这样子的句型。Next one. Two of them have loss of taste of smell. 哦，20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他可能有失去味觉跟嗅觉，所以我们可以用 two of them 来表示这样子的数量。好 ，the last one is 只有一个人他有肌肉酸痛的症状，只有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怎么说呢？哎，同学自己心里在家里也可以试着说说看哦，我们就可以说 one of them。有20个人，虽然今天新确诊的病例有20例，但是只有一个人肌肉酸痛，所以我们可以用 all of them。那因为也只有一个人肌肉酸痛，这里的动词同学要特别注意，要用 has muscle pain。2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有肌肉酸痛的症状。好，所以这边呢 ，turn to your page 90。你呢看到你的课本90页的地方啊。90页的地方，你的课本都帮你列好了这个表格。老师要请你把它们像老师这样框起来。
前面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的数量不定代名词。后面既然是个代名词，它要代替谁呢？它代替的就是绿色框起来的部分，这就是它所提的范围，所表达的名词，所指的事情。好，老师在这边停顿个几秒钟，让你可以在课本上面做一点笔记。所以这边你边记，老师边在提醒你啊，数量不定代名词我们可以用来作为一个范围里面代替它，那是有多少数量我们就根据实际数量，一个、两个、一些、很多、大部分还是全部。刚好课本的旁边也有画了一个那个小人偶的图，你也可以做一个对照。好，写好的话，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下面的题目哦。Question 1. The girl has two hands. How does her two hands look? 她有两只手，看起来怎么样呢？哎，非常好。Both of her hands are dirty. 因为两只手，而且人就只有两只手，所以你要用 both。那两只手，所以复数要选二。Next one. Have a runny nose. 前几堂课我们讲过 runny nose 了，对不对？所以流鼻水。There are four babies in the picture, but 有四个婴儿，流鼻水的几个？非常好，只有一个，对不对 ？One of the babies. 四个婴儿只有一个，所以。Has a runny nose. One of the babies has a runny nose. 好，接下来这一题题数比较多。Look at the picture. 好，那这是一个对话，我们一起来看看哦。A 里面他说呢，吃得很饱，富饿的。老师先帮你把一些关键字框出来啊。富饿的有几个？你看每个人的表情。有几个？哎 ，There are seven students in the picture. Seven students are full. 七个人都吃得很饱很饱，所以我可以用什么 ？All of the soccer players are full. 全部的人都吃得很饱。好，他说 What did they just eat? 那他们吃什么吃这么饱呢？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要问 Had a steak. 谁吃牛排？几个人吃牛排？哎，非常好。Two of them had a steak. And 他现在要问，那有几个人吃 burgers and fries? Burgers and fries, 几个？哎 ,five of them had burgers and fries. 那七个里面有五个人吃，很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除了 five 也可以用 most 这个字。好，接着他说 ,Did they have any drinks?有没有喝饮料呢？喝饮料有没有？当然有啊。那有多少人喝饮料？你赶快数，赶快找哦。数好了吗？几个人喝饮料？很多？很少？全部？一个？两个？好。嘿，你答对了吗 ？Six of them did. 只有六个人喝饮料哦。你有数出来了吗？啊 ，The second student from left didn't have a drink.左边数过来第二位同学他没有喝饮料哦，那七个里面有六个喝，很多咯，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most 来表达这个数量啊。好，所以这边呢，老师再把它做成一个表格让你看得更清楚。我们所谓的不定代名词可以分为可数名词还有不可数名词啊，那也可以表示部分或表示全部。那这个单数里面呢，我们会看到的这个使用的字有 one, each one, 还有 every one。那最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因为虽然它的范围里面很多个，但是如果只有一个的时候，你要配单数动词哦，这个非常容易出错，同学要特别记下来。好，这里第一题很简单吧，其中一本，所以一本是 one of the books is about dogs。你们每个人都要做完作业哦，每个人，每个人，所以是 each of you
哎，这里也是要填 has，这里可不要写到哎 have，因为每一个人，所以是单数哦。好，那刚刚是数量可数名词的不定代名词单数，现在是可数复数名词的复数代名词，复数就很多啦。这些我们刚刚都练习过，有 two of、both of、several of、some of、many of、most of、all of，这些也都可以用来，我可以明确的说出它的数量，我也可以用。量词几个一些许多大部分来表达。那当然，这边呢，既然它是复数可数名词的代名词，那当然我们就要配复数动词。好，所以第一题是一些学生，所以 some of the students like to play basketball。那 question two 几个，所以是 several of the children。Need to take medicine。好，那刚刚同学有没有发现到？老师跳回去一下啊。啊，没关系。那我们直接用题目来做说明。刚刚同学有没有注意到说，哎，一下子 two of，一下子 both of，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发现，two of 跟 both of 有什么不同？好，look at the picture。How many books are there in the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There are five books in the picture. 现在老师的这张图里面是不是有五本书？那现在老师的问题是：哎，这五本书里面有几本是用英文写的？有几本？老师帮你框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一题答案要选哪一个？哎，two of the books。are in English，这五本书里面有两本是用英文写的。这个 to 代替的是什么？The books，The books 总共有五本，但是只有两本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用 to，不能够用 both。好，那同样的这一题，老师换了一个问法，我要选 to 还是 two of 还是 both of？The English books are from my grandma。这里应该要选，哎，非常好，这里要选 both。为什么这里要选 both of 呢？因为只有这两本是奶奶送给我的，我的总数量就是这两本，而这两本都是她送的，所以。Two of 跟 both of 的差别就在于我所代替的范围是不一样的。Two 呢，代表我的范围一定大于二，那 both of 呢，代表我的范围就是两本，两份，两个，就是二的数字刚刚好。所以 two of 跟 both of 它的用法还有意义是不一样的，同学要特别注意哦，你要赶快在你的课本上面记下来。好。你的课本90页下半部有一个练习，那这边老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线上课程，这边就是提供给同学做一个参考。一样，你可以 two of、one of、most of、some of，或者是直接自己在家里做一个练习的造句。好，Let's move to the next part。那我们现在要往下走喽。Where is it？你看一下这张图。这可能是什么地方？哎，it's supposed to be a supermarket。好，这可能是超市，对不对？我们在超市的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好，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肉啊，chicken、beef or pork。好，那现在呢？超市里面的肉，我们要知道它是哪里来的。所以做了一个 pie chart，你看一下，哎，chicken、beef 还有 pork，它分别有不同，来自不同的国家进口或者是本地，然后它占的比例有多少？所以在这张圆饼图上面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哦。那这个图呢，一样，我们要怎么来表示说，哎，到底有多少比例的肉是来自于哪里呢？
Picture one, look at the picture. Where does the chicken come from? Where does most of the chicken come from? 大部分的鸡肉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好，有 50%, 30%, 20%。下面有一个 USA。以100的比例来看，有 50% 的鸡肉是来自于美国，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Some of the chicken in the supermarket is from the USA。好，这边红色的地方一样 ，chicken， 那因为有一半的比例，所以我们就用 some of。那因为鸡肉 is an uncountable noun， 所以我们要搭配单数的动词啊。好，接着 ，how about beef？ Much of the beef in the supermarket is from the USA。哦，这里应该是 is from Australia。大部分的牛肉呢都是澳洲来的，所以呢，澳洲来的牛肉占了 69% 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用 much of 来表示。好 ，the last one pork， 哇，全部的猪肉都是什么？都是我们本土产的哦，所以 all of the pork in the supermarket is from Taiwan， is from Taiwan。这边也请同学注意，老师这边没有修改到老师的那个句子的内容啊，所以应该是 all of the pork in the supermarket is from Taiwan， 全部的猪肉都是台湾来的，因为它占了什么？整个原品图的全部，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all of 来造句啊。好，所以这边呢，一样，请同学看到你的课本92页的地方啊，92页的地方一样，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数量不定代名词，绿色的部分就是它指涉的范围。那这边呢，跟92页跟91页最大的不同，同学发现了吗？从刚刚我们举例，就是新冠肺炎当天确诊的人数，再到超市肉类的购买来源进口，这两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对，就是这个范围到底是可数名词还是不可数名词。好，这最大的差别在这里。那修饰不可数名词的不定代名词有这些。课本虽然只列了 some, much, all， 那其实可以使用的还有 little， 然后 much， have， any 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修饰不可数名词啊。那也请同学赶快把它抄下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相信刚刚我们在练习里面同学都有发现，因为不定代名词这里代替的是不可数的名词，所以呢它的动词一律都要用什么？单数动词。对，它一律都要用单数动词哦，同学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好，接下来一样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课本上面的题目啊。第一题，因为这里现在有3、6、9、10、11、12，有12份肉，那猪肉的话占了9份，所以我们可以用 much of the meat is pork。好，下一题，第二题一样，大部分的新闻怎么样？不是真的。好，这个图里面呢，你会看到，新闻很多则，可能都要经过求证，对不对？所以它打了一个叉叉，所以我们可以说 most of the news is not true， 所以一样，新闻虽然是大部分，但是新闻不可数，所以 be 动词一定要用 is。好，来第三题 ，some 跟 expensive， 现在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在图里面看到什么？它有很多的面包，对不对？好，所以 some of the bread is expensive， 有没有？有些面包总共有6个。那面包里面可能有3个是比较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用 some of the bread is expensive。虽然是 some， 但是因为 bread 不可数，所以我们要用 is。这里也是同学最容易犯错的，因为同学常常看到 some 一些，他的直觉反应就会觉得是复数的东西，所以他就会忘记了，忘记去看他代替的范围是可数还是不可数。同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好，
接着一样，我们再多练习几题啊。所有的牛肉都在冰箱，所有的，所以就用 all of the beef 在冰箱 is。你只要记住，我这个不定代名词代替的是不可数名词，就是要配单数动词啊。第二题，这家餐厅大部分的食物，大部分，所以是什么 ？Much of the food in this restaurant tastes delicious。一样 ，taste 尝起来，但是因为 food 它是不可数名词，所以你的 taste 就要用单数动词，同学要特别注意哦。好。全部的钱都是我的，全部的，所以是 all of the money is mine。这些水大部分很干净，大部分 all of the water， 哎，不好意思 ，is clean。大部分这里应该是 most of the water is clean。大部分的水，那一样，钱 money 不可数 ，water 也是不可数，所以你一定要配单数动词啊。好，接着就是一个综合练习咯。Let's do it together, OK? 你一定要跟着老师，我们一起来答答看。然后顺便看看你刚刚学的观念有没有清楚或不清楚的地方哦。好，来，第一题。Not all of my friends like to sing. Only some of them do.好，因为这里他用了一个 do， 这里 do 代替的是什么？哎，代替的是 like to sing， 对不对？好，那既然是 do， 这里答案应该要选 A， some of them do， 因为其他 one、each、much 都不适合，对不对？ one 跟 each 因为是单数，所以它也不会是 do。 much 的话不能用来代替什么？可数名词啊。好，第二题 ，Much of the food here 应该要选哪一个呢 ？Which is correct？ 啊 ，Much of the food， 因为这里 food is an uncountable noun， 所以呢，你要配一个什么单数动词？这一题要选 C， tastes。And question three。Some of my students have a great interest in movies. 好，这一题应该要选。你有没有看到？对，老师帮你圈出来了，对不对 ？Has a great interest. 既然是 has， 所以你应该要选 B. Each of 我的每一个学生，这样才是单数，然后配单数动词哦。好。下一组 ，Question four. Each of wants to be a math teacher. 又有 each， 又有 wants。好，但是现在他不考你动词，也不考你数量不定代名词，他考你的是什么？考你的是那个范围的名词应该要选哪一个？这里应该要选哪一个呢？你看好了吗？A, B, C, do, which one? Good, each of them. 为什么 B, C, do 不行呢？哎，应该要复数嘛。还有 C 也是，它要加一个 S， 对不对？所以呢，这里你要选 A， 你可以在 each of 这些数量不定代名词后面接一个人称的受格，不然就接一个所有格配名词，不然就接一个物质本身啊。Okay, question five. 看好了吗 ？Mrs. Lin has two sons. Some of them go to senior high school. 好，他有两个儿子。正确答案应该是 B. 为什么是 B 而不是猪呢？还是你选对了吗？哎，关键字就是这里 two， 因为他有两个儿子。两个都去，两个儿子两个都去上高中，所以呢，这里你就要选 both， 两个，然后两个都，所以就要选 both 哦。好，第六题呢
这是我们108年的会考题哦。虽然有一些完成式的文法同学还没有学到，但是同学在读这个题目、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你先来试试看，应该要选哪一个比较适合呢？哎，关键字就在老师已经框出来了，对不对？Only，既然是 only 的话，你觉得会是全部吗？大部分吗？一些吗？很少吗？这里应该要选，哎，要选 do few other waiters。好，因为这里只有两个人。在他之前开始工作，所以这里正确答案要选 do。好，这边老师要来问你喽。Two of the people are coughing，两个人在咳嗽，为什么是错的？有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这一题是错的哦。好，How about this one？Both of the girls enjoy the noodles，两个女生都很喜欢吃这个面。Yes，true or false？不对嘛，因为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改呢？One of the girl enjoys the noodles，我们可以把 both 改成 one。Enjoy 要干嘛？哎，记得加 s 哦。好，下一题。One of them is a little boy，其中一个是小男孩，当然是对的嘛。因为这里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所以 one of，然后再配上单数动词。好，接着下面，这边呢也有一张图，其实这张图呢就是你的习作。你如果习作在手边，就把它打开来，它在你的习作第24页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看这几题，一样 true or false。刚刚我们练习的时候，老师有直接带着你看图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应该是对还是错？Question one，对不对呢？哎，F 哪里错了？哪里错？不是只有两个人嘛，对不对？不是 both of 哦。第二题呢？True or false？Ice cream，找到了吗？哎，也是 false，因为也是现在有几个人在这边吃饭？There are five people in the picture。可是他说 all of them，对吗？No，only two of them，对不对？所以第二题也是不对的哦。Question three，two of the waiters，对不对？哎，对，这里呢？How many waiters in the picture? There are three waiters in the picture. 有三个服务生在图里面，对不对？他说两个戴眼镜，two of the waiters，所以是对的哦，这两个戴眼镜啊。And the last one of the women is wearing a pink sweater. True or false? 哎，true，他有没有？现在有几个女生在图里面，两位其中一个，两个其中一个，所以 one of 是对的哦。所以这边有两题错，两题对。所以如果你习作在手边的话，就可以跟着老师的速度跟进度，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些作业哦。好，接下来这里面呢，老师有一些历届考题，也让同学来练习看看。好，来第一题，all of。这里要考的就是什么？人称代名词，对不对？这里只有人称代名词，就是哪一个呢？哎，All of you will have enough time to practice playing the violin。好，第二题呢？I cannot understand why Stephen bought so many watches but never wears。他买这么多手表，可是从来都没有戴过它们。所以要选，这是99年的机测题哦，从来都没有戴过，哎，任何一只哦，因为这里你不但虽然每个数量词放进去可能都可以，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的语义，你在作答的时候还要把整个句子语义读完整，然后再来选出适合的选项。好，来第三题呢， Michelle Wadden 什么什么 of the best basketball players in our school history was called Flying Wadden because she could jump very high。 好，这个适合选什么呢？他说他被称为飞人 Warden 之类的，因为他可以跳很高哈，所以这里应该要选要选 One， 可能优秀的选手很多，他是其中一个，所以是 One of 啊。好，第四题，第四题也是103年的考题哟，你看好了吗？ Do you have any stamps？Yes， 什么什么 in my pencil case in the second drawer。 好，所以正确答案要选要选 C 哦，那记得选 C， some I put some in my pencil case in the second drawer， I put some， 这里的 some 是 some stamps。 好，来第五题， Jogging is the only exercise I findSome other kinds of exercise boring。 好，我发现什么什么其他的运动都很无聊呢，这一题应该要选，你有答案了吗？这一题应该要选 A， all other kinds of exercise boring。 好，下一组， Paul has a lot of money， he puts 什么 in the bank，他把钱怎样？钱不能数哦，对不对？所以要选 do most of it， 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面。Okay, question seven. Some of my brothers go to movies every weekend. Both of them love movies. 你要选哪一个呢？什么每周末去看电影，然后他们两个都很喜欢电影，所以你要选do two of my brothers。 好，这里的 do 选项里面有多了一个 n， 那个是比物哦。好，所以同学要把那个 n 把它去掉哦。好，第八题，他说什么 any of them pass the exam， 要选哪一个答案呢？ do any of 还是 does any of？正确答案是 do。 他们任何其中有任何人通过考试了吗？来，第五题， many of the girls like jogging and hiking， 很多女孩子里面很多他们都喜欢跑步，然后喜欢健行啊。好，来最后一题哦， some of the beefcomes from the USA， 其中一些牛肉呢是来自于美国。好，今天老师放了比较多的题目给你练习，就是希望你理解之外能够多做题目，让你刚刚学到的概念能够确实的运用，确实的掌握啊。好，那因为这边的话这边也是习作的题目，老师也是从习作这边把它揭露出来，那我们会很快速的看一下哦。好，这是一段对话，那 Mom 跟 Leo 的对话。 Mom 说 How was the movie, Leo? Well, some of my friends like it, bu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好，这里关键字是哪一个？ Bu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他不喜欢，那换句话说别人喜欢嘛，所以第一个你就要选 most of my friends， 他的同学喜欢，可是他不喜欢啊，因为他不是他的那个歌迷影迷之一啊。 Then how about the dinner at Finn's Burger？ 那去那里吃晚餐如何呢？ It was nice. Some of the food there tasted great, although most it。 好，我们先来看前半部哦，关键字就是什么？关键字是 food， 对不对？是因为 food， 所以你应该要选 all of the food。 然后 was expensive。 接着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点了一些东西，对不对？ and it costs $350 NT， 所以呢 one of us 其中有一个人点了这个东西啊。
好，那这一篇对话呢，也是可以来训练我们对数量不定代名词的概念啊。好，希望今天呢，透过老师的讲解，还有透过一些比较多题目量的这样子的练习呢，能够提供给同学更完整的概念。This is today's class. I hope you enjoy the class and see you next time.